看见我手里的大师球了吗？整整一组，嘿嘿，拿命换的，克命直接给我自己克进去了。现在我们要给自己来全部百分百的宝可梦精灵啊，这个里边估计百分百全是神兽了啊。我们这一集大家帮我数一下，咱们能抓多少只神兽，然后我们以后再慢慢挑选。好，布尔凯尼恩这个东西是一个水火两重天的一个精灵啊，这个个体太小了，一点都不好看。哎，我知道这是什么，雷电云，对不对？看是不是雷电云，一共是三个云嘛，雷电云，然后土云，还有一个什么云，就好，就是全云啊，我就跟云玩家似的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相当于抓到了一个日神，或者说一个月神，因为它可以自主进化嘛。这有一个恶石大王，据我所知，咱家很多粉丝不太喜欢这个精灵，因为觉得它很不咋地啊，再加上那个体确实小，就更不帅了。哎，水箭龟这个必须抓啊，虽然它不是神兽，但是呢，这也是知名度很高的一只。哪有你知名度高啊？啊，盖欧卡，而且这个个体我看着体型非常大，我估计它属性也不会差，长得这么好看的，抓了。哦，是不是裘雷姆？啊，莱西拉姆，我记得莱西拉姆好像是可以跟别的精灵合成的，对吧？然后可以得什么？黑暗的、光明的两种不同形态。哦，三神鸟之一，闪电鸟，抓一只。哎，抓到了吗？难道给砍没了吗？哦，这个厉害，这叫马吉亚纳，马吉亚纳啊，马吉亚纳！哇，全是神兽，太爽了，兄弟们！哇，极冻鸟！哇，凤凰！喜欢玩宝可梦的兄弟们，手机、电脑都能玩的宝可梦服务器，有叶枫这边合作的一个超强服务器，非常稳定，而且百人在线，看评论区置顶就能一起玩耍啦。这个是三神鸟之外的吧？这应该属于不属于三神鸟？三神鸟是不是，极冻鸟，还有刚才那个闪电鸟，还有一个火焰鸟是吧？火系的。哎，我去，啊，什么情况？我刚才嘎了又没嘎，是什么意思？反正开出一个祭坛，这好像是半神吧？什么迪翁对吧？啊，臂力极翁啊，极翁。好久没玩宝可梦了，我都给忘了啊。你看这个，哦，班吉拉斯这么大的，这我必须抓。旁边那两级的是什么鬼东西哦？抓了。看这里边有没有什么珍稀物种？好像没有。附近好像刷神兽了，朋友们。沙漠地形最有可能刷的就是湖泊，对吧？我来找一下，沙漠里边最容易刷的应该就是湖泊了。既然刷了，肯定就是在附近。这个应该不是，这只是一只小螳螂，估计个体太小了，不容易被发现，那咱就不找了。湖泊它两种形态，我确实也不好找。哎，喷火龙，哈哈，逮到了，逮到了。这个要吗？演武王听起来不太厉害啊，我们就尽量都要神兽。哇，好帅啊，这什么？这是红色的裂空座吗？我感觉像个蜈蚣啊，没见过，可能是什么异兽吧，假山海经里跑出来的可能是。看这边，没准刚才刷的那只神兽在这里，有可能刷古拉顿、胡帕，应该是这两种之一啊。没什么厉害的。哎，那什么？哎，哦，小垃圾一只，紫玉剑，要不是我有神兽收集任务，我才不抓它呢。啊，莱西拉姆最少抓三只啊，兄弟们，莱西拉姆最少抓三只。哎，裘雷姆是不是裘雷姆啊？杰克罗姆，杰克罗姆好像也可以合体，跟谁合我忘了，但是他肯定能合。这还有一个什么菇啊？这叫三神菇是吧？还是六神菇？反正就是菇。还有这个，这叫神柱啊。还有一个神柱王，我特别喜欢，但咱们现在还没有，慢慢抓。一组大师球，可劲儿挥霍，基本咱们开出来的都能。哎，我人怎么了？我这是，我去，神兽太多，给我的都激动坏了，兄弟们，激动的我都抖动了，这太抖动了，这个，呵呵哦，两只吗？我身上有一只哲尔尼亚斯，哎，无所谓，够花，咱这还剩九个亿呢。来者不拒，反正 PC 机无限大。说神柱王，神柱王就来了。大哥，你别这样，大哥，你来的太突然了。